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腾腾。我们今天呢，一样继续来玩这个手手贪吃哦。那我们一样呢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最新的礼包好序号。那这个还没有兑换过的话，一样要记得先点左上角的这个人物头像，然后把他的玩家 ID 给他记录下来。那记录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来到他这个官方的兑换网站了。那在这个兑换网站呢，上方就输入一下我们玩家的这个 ID 哦。然后接着呢，下方就输入这个目前这个今天最新的三个 S，然后 RG，然后下方呢就输入我们的旁边这个验证码，好00这个0337，然后接着按兑换，然后就会显示这个兑换成功。那接着呢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其他的，第二个呢是这个 3S，然后三个六，好接下来的话是这个 Snaker SNAKR 2023，然后第四个的话是这个 SS。哦，ORANG，那目前的话就是这四个，那兑换方式的话就跟刚刚讲的都一样。好，那么接着呢也是可以继续回来到这个游戏，然后呢点叉叉，然后直接点左下方这个信箱哦，这边的话就会显示兑换成功，那我们就可以拿到这5000个金币，然后再加上100个钻石。好，那我会把那个兑换网站放在下方的留言区说明栏，那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点击然后去前往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是稍微玩了一下哦，然后我们这个第三张它是解锁一个新的，之前没有看到过的啊，就是这个闪电身体转换了。那么目前是已经把这个第一个、第二个还有这个第三个的这个闪电的技能都选出来。那第一个的话是闪电增强哦，可以让我们闪电伤害变得更高啊。然后之后呢，闪电连锁会触发爆炸，是稍微增伤的一个技能。然后第三节的话，这个击中怪物也会触发连锁。那看起来的话也是比较偏向这个范围攻击伤害哦，本身的这个单体输出应该是并不会到特别高啊。那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攻击模式是怎么样。好，那我现在第八关，哦，这个血量已经来到非常危险的712点了。好，但它就是会直接，然后变了一定时间它就会爆炸。这怪物的。伤害也是蛮高的，打一下就要200嘞。好，那大概攻击模式就是差不多像这个样子哦。那么这里选一下这个攻速提升好了，直接加攻速20%。但这里应该是选那个闪电会比较好。我也看一下这个雷电的攻速提升，它会变成怎么样哦？这个伤害好像还是蛮不错的，那个1800的伤害哦。要到处去躲那个，它攻速还是蛮爽的，至少那个中间的空缺会变短蛮多的，体感认为的。好，那这边第三个，不知道因为我现在这个血量能不能够顺利通关第十关了。上次的话就是在这个第十关直接狙掉了。好，还有帝王企鹅，看来这通关几率应该是还行哦。什么螺旋冰？我要把那个武器稍微升级一下，应该还能够顺利过关啊，还可以稍微再支撑一下。好，那顺利来到第十一关。你就站在远远的，让我们这个闪电去电他们就可以了。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个攻击模式是怎么样啊？可以，有个雷电之后就可以躲在这个障碍物、一些地形后面。啊，它好像现在最多是看到电个三个吧。哦，这边好像是看起来电很多个，不知道是我们是有三个雷电才会这样，还是怎样？好，那接下来的话再来一个这个闪电身体转换，总共就有四个。好，现在第十三关，这伤害虽然没有到很高啊，693的伤害哦，算是我们这个基础的攻击大概乘3倍。来看一下他是不是能不能够躲在这个墙后面啊？哦，好像是可以的。不过的话，你要先露出一点头，然后才能够啊继续在后面进行射击啊。这个被钻到地底下的，是还蛮烦的。
那像我们刚刚想要把它圈起来的话，好像还是差了一点这个距离啊。好，闪电身体，那这一关的话就是用这个闪电来去看能不能够多推一些关卡。好，现在来到了第14关了，现在闪电身体也是已经升到最大了，那后面要再提升的话就是选择一下我们的这个加攻击力的。现在稍微回个血，爆炸的话是1801哦，大概就是我们的这个雷电的伤害差不多再乘以3倍啊。有些关就特别快哦，那有些关就要打特别久。好，第15关了。我们现在的长度也是不错，可以稍微选一个多多益善的。可以这样稍微让我们的尾巴露个头，那就让它开电了。现在打到第15关，那这边的话有这个血少攻高，这是可以稍微选一下，毕竟我们现在血量也那可能一直保持全满了，加个18%也是挺不错的。就看一下我们原本600接近700这个雷电伤害提升了，哦，直接变成800多，而且它是连这个最一般的最基础的这个小炮台的伤害都有提升。还是比单独选一个寒冰来得好。哦呦，好，你看像我们现在血量越少，接加了32%的攻击力啊。那这个地鼠它都一直钻到地板，还蛮烦的。来，再来一个新问号。好，这边可以增加一下我们暴击率，这样应该可以让我们的伤害又再多提升一点吧。以期望值来看的话，可能是它会提升个20%的总伤害量。这个游戏就是要不要太冲啊，要规一点，这样才不会被怪直接撞到。好，第18关，这关我们开局就在一个小小的范围，比较难去这个移动啊操作。这些怪物都是之前就有，不过它的外形也是有跟着变化。好，这个真的不能够一直往前啊！你看刚刚又被撞到了，不过让我们的这个攻击加成也来到了39%啊。好，那这边的话没有办法选哦。如果要比较好的技能，就是要一些加攻击力了。我这边也没有，那就没办法。那看一下我们能不能够顺利撑过第20关吧。有20关就差不多可以满足了。如果是加冰冻的话，这样也可以让一些他们的移动速度变慢一点嘛。这左右两边的话是有这个雪球会砸我们的。用这个以退为进啊。尽量逃跑没关系哦。欸，你看哇，直接就冲过来了，这个想躲都没办法躲啊。好，剩下142点血，这个要怎么打 BOSS 呢？啊，冰原守卫哦，守卫冰原是他们的支持者。好，马上就直接狙了，直接冲过来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蛇探视就差不多到这边喽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，大家拜拜。